他前面手很短，我带鱼阵子，他们下路好像搬开了呀，搬开了吗？不知道，上线很慢。 小心，我下去了。嗯，请天小心，小心被抓，我不知道打野怎么开的，我不知道打野不是很好打对面。我们下路攒了不大钱，干不了啥，越不了。没事，上路不会越了吧？我这波可以攒好多东西的。要不越了，看一下吧，三龟，上路，稍微看一下。 你说我帮补过去吧，没事，没事，没越野可以。嗯，帮忙线看一下。我知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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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会绕一大圈。他什么开的？看到了。红开，红开，红下山组，下山组，我看到了。他好像在这里啊，没想包你啊。我不会过去的，我绕一大圈。他红开下山组的。 还在上面野区啊，但还是要小心啊，刷下来的，没有眼是吧？没有空去盘那个眼吧，我把探照了。没有那个，没有，随时可以去。哎，被杀了。嗯，他 Q 闪失败了。难受啊，我帮不了。 下路有月的说法吗？没有月的话，我看他阿卡丽不让踢。没有月的话，我们只能摸摸塔。没事，就压住就行，无所谓的。我在赶，我这不来保你，等慢点，阿卡丽不会来了，对吧？ 我去那边放个眼，你说放眼。有踢有踢。我不来了，现在抓不死。你上面放眼可以放眼那一下。一直蹲上路呀，他们。能走吗？我在赶。他们还在上，还逼着。我整了个护甲鞋。 我上线就能溜，他会刷下来，这波他应该在下半野区了。阿卡丽可能会往下靠啊。阿卡丽爬川鞋。我们能控一条龙其实最好，尽量能控。朱妹在这里，还没溜啊，还没溜。能走能走。我推线的，我是推线状态的，他要吃线的。他在下河蟹。 那这边能看吗？我可以靠了，我可以靠了。阿卡丽暂时来不了，他打起来好像打不过啊。这波阿卡丽六级，他怎么都能来？算了吧，那算了吧。你可以打下半波。不打小龙吗？他们在打吧？不给他们打，我们可以打的，真能打。你先看下路。我打起来了。
我先拉着，拉下，别急，阿卡丽也下来了，退了，别急，我操，好多闪，还是打我，没伤害，我操，啥吗？这个。OK， 还行吧，还行吧，这样子还行，这样子还行。哎呀，这波可惜了。哎，你的闪第一时间是怎么没的？哎，我这里被踩到了。哦，猪好肉啊！打完这个红可以来上，等我一下吧，我能到六，差一点经验到六。这么差呀、啊？哎，他们在打小龙啊！我推了这波。那、哦、我直接来了，我直接来，我不打了，等我一下。还有闪吗？嗯，有闪。我上了。没意的，没意的。他没意吗 ？OK。哦，可惜。哇，这大波线好可惜。没有，我先会。那个阿卡丽往下靠了，刚刚靠，刚靠，很远。我登了，我登。啊！操！我怎么把我自己大招给用了？阿卡丽往上靠了，小心点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没事没事。峡谷本来也感觉打不了。队友没闪，还好。没事，我这不先推过来的。他扫描了什么意思啊？猪妹在下吗？应该不在吧？这大小龙，我能靠上，但是我没到，我在赶，刚来有眼，这里有眼，哎，中在中，中在中，那就不打了，我走了，他打也打不过，先别打哦，月可能也去中了，武器没了，也不见了，猪妹在打这个，月在下，你这么嚣张啊，跳上来就打。我在后面，这不跳上来，我在了。嗯，这个在了，这个落眼了吗？回来还有。哎，他们可以打起来，我有 TP 了，我有 TP 了，我 TP 了，他看到我回家了的。有气没用啊，等下我大。我上了，我上了，你等我一下。你杀吗 ？Nice, nice, nice！ 牛逼，牛逼，牛逼！你自己玩吧。我去交闪了吗？好像是。没治愈。好像交闪了吗？好像看到，好像是叫的。别注意，没看清楚。闪了，闪了吧？好像闪了。我第一时间好像闪了，好像是。能走吗？我来不了啊！阿卡丽往上走了。阿卡丽在，赶紧走吧，赶紧走吧，小心点，阿卡丽。猪妹没弹了，走了。OK。我刷个三项去了。这线很恶心，这线，我操，上过线。巨恶心！啊，抓上呀！推了，推了，没闪没打。嗯，我刷完就是下二组再来。等我一下。等我一下，我马上过来。班固也可以稍微看一下上路。OK， 我可以靠到。我有加上 T， 我可以 TP 到位的。我在赶，我很远，我在赶。哎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还有闪。人他们都不在，人都不在，人都不在。准备在路上，能杀就赶紧杀。能杀快杀，快杀！准备在这边，准备在这边。那准备没大的准备。我帮你推线。阿卡丽的位置看到了吗？没看到。刚刚从家里出来吧，好像。我有踢，我有踢，我会回家之后再踢上来的，没关系的。好的，这都没事。回去了。但他有踢的，阿卡丽有踢。我把踢留着啊，把踢留着，我可以踢的。有闪。嗯，下路不好打。我有踢，可以踢到。边，要不小龙能打吗？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吗？要大减肥啊！没有热有闪，小心他开。不好打。不行，可以给的。
这阵容不用太急吧，感觉我还可以来上。Okay. 你要逼要逼吗？嗯，我要逼了，我神分了，我走了。没事，卡不住这波线了。哎，猪妹的位置看到了。嗯，他们应该就要控制二路。哎，你出来吧，小龙给吧，我们打上面也去吧，这波感觉打不过。你 TP 留着跑下路吧，三龟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嗯，下路可能会被越，这波你们下路小心啊，我去上面也去了。越不了，越不了，越不了我们。OK， 我 TP 怕没怕？放峡谷了，上面打小龙了。哎。我有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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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有踢。上路不打了，那我去下半野区啦。停电，你自己玩，没人的下路。Okay. 我可以推这波线。哎，可以上吗？他输了。那算了，朱美在后面。啊。哎，但他属性不高哎，我可以回家继续老被他先出来。他们已经在打了，没来得及。哦、那好吧。我们已经打了，我们再过不去，占不了位置。那就给了呗，我憋了还要了，那给了呗。OK。那我踢交了啊，我有大了。交呗。等一下，别蹲啊！这波他们肯定会抓你啊，他们下路和中面。对，有闪，有闪。哎，我可以来这波，看你，你可以推一下。走吗？看到我了，有了，没大了，太神分了，这波感觉还是会打。我这波可以动啊，可以看一下。中位没二，中位没二，中位在这边的。给我灯笼，我有灯笼。我跟你一起，我跟你一起。可以死了吗？好，下来了，别越了，别越了。OK， nice， 秒了，这可以越吗？我靠，哎，我把线带了，我先把线带了，哎、我把线带了，这、哎、是有灯吗？不行就走，不行就走，不行就走，可以杀呀、啊，好像。哦，可以杀，可以杀，可以杀，辅助可以杀，就一个瑞尔，就一个瑞尔，没杀没拉的。nice，、啊、这个也可以越啊，杀杀杀杀，葫芦娃去越了，谁来扛一下？谁来扛一下？我扛不了，我扛不了。nice， nice， 我俩推了吧。nice， 牛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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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路也杀了，我跟他换了。啊，我失误了，我如果红啊也不行，我红到二的话轮子不太够，也杀不死。焊吧，差不多吧。来了来了来人了，今天走吧。我没灯了，我没灯了。把你吓到他们，走吧走吧走吧。先锋可以打不？先锋感觉可以啊。嗯 ，AD 得换线了呀，基本在下路待着了。OK， 我推完这波，我推完这波，没事没事。不跟，要不你直接退下吧，你直接退下吧，你来不及了，你直接退下吧，没人的。你得小心阿卡丽啊，阿卡丽不见了，不过。阿卡丽，三位前面线可以看一下阿卡丽啊。我你得看一下 AD， 先锋给了，这波先锋给了，你小心被抓啊！看一下 AD 吧，到位。哎，漏了漏，三边拉漏了。对对，阿卡丽在线，阿卡丽在线。我死了。啊，给了吧，给了。我死了，我操。没事没事，塔发的还行吧。啊，我这波如果不拆这个塔，他打不过我的。得右手下塔。在后面给我登陆啊！三块，三块就下吧。我去了，我去了，我去了，我去了。忘说了，没事没事，这波应该换线，没事。他们解放了，解放了。没事没事，没了。这阿卡丽不拿塔了，送塔没了，那很伤啊。送塔没了就很伤了。二塔能守下吗？但是他们不会打，不会打。那吃吧，吃。阿卡丽有大吗？啊，没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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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杀我比较大，太夸张了。哎，得小心点，猪妹啊，三龟。OK OK OK, okay.。有蓝，家里有蓝，来吃蓝吧。OK。沙弥拉的闪现19分15啊。对了，我要逼的。你要带吗？我可以保你一波。我吗？啊，可以啊。
我保你一波呗。你看中路，中路能打吗？我感觉也可以打、啊。打起来，我可以到，我可以到。上路打起来了，我们等这波二。Nice。OK， nice。我们这波小龙之前能不能打起来啊？我看三鬼，我看三鬼。阿卡你不在，我走了。阿卡你不在，我闭了。OK。闭了，这波调整状态来小龙了。今天是不是也得来？我有踢。OK， 打小龙团。但会小心点啊，不要被瑞尔开太多啊，不要挤在一起啊。还有闪的，瑞尔有闪的。你们记得瑞尔也行。他没韧性的。没人能开啊，只能三鬼找机会或者你啊。对啊，我不能先手的。我可以找机会开的。打个三照，往这边打一下。哎，这里回来了。打不呀？这回。我去看他们啊。对啊。别打。OK。啊，我不能再拖时间了，我回家了，我回家踢上线啊！中路，看一下，先别想开了，他们想开了，先等一下，我踢，看一下，他们开了，好像不行，各位，可以看，没事，热啊，nice， 我可以帮我 ，AD。阿卡丽，nice， 我给你杀吧。nice， 没打吧？我推中线去。打吧。OK。阿飞，我想吃点。娘子。娘子。你想吃什么？我给做大龙是谁了呀？都能拆掉吗？可以拆，可以看你一下稍微。这瑞尔没闪了。哎，逼了，野区可以刷啊！今天你没事就刷了吧，全刷了吧。法团要看这萨米拉，两件套还是能赚起来的。是的，吃什么吧，三怪？啊，他好像没进化了吧？他是不是用进化了呀？进用了，闪个进化。他没他没闪，他有闪的，他下部有闪。他没进化，他有闪现。是的。你小心哦，这波线吃的。吃吧。这边不知道进没进啊？我们少个踢啊，我们没踢的。他们武器是不是也踢过来的？武器没踢的。对，你也没踢，我们得注意点，先小心点吧。我、哦、还是保三贵啊，我可以看你。OK。阿卡丽不在，我就死不了。对，阿卡丽不在，我死不了。少一点武器。武器杀不了我。他们俩杀不了。准备也在中。得看辅助抢视野，我们得三个一起啊，我们四个得一起。我有大招，在这里可能有野，我这里可能有野。这河蟹有点想抢啊，河蟹抢一下，我在前面，你给我等我，给我灯笼。他们想开。我拉开了，慢点。两秒钟。别打瑞亚。还有 AD， 没听到 AD 又少。能打，可以打的。nice。哦 ，OK nice。这边有个 AD 跑了。哎，可以跟我吗？没小心，小心。但是他很残，上面拉。你们可以大龙吗？你们两个可以大龙吗？可以打，但是你们两个可以大龙啊。我快活了，那推荐吧，我推。我轮子不够了，轮子够的话可以打。我有30个轮子可以打，我只有十多个轮子不够。OK。那就破，等下路吧。下路可能有人，这波上面拉好像没闪了，他们要逼大龙了，可能这波得注意点啊。我说完话，他也没活的。这边看一下。我再赶，等我。他们可能要逼大龙。他们有点踢了。没事，不急，拉一下。慢慢打。打团还是抢龙？打团吧。你怎么有踢？
就看正面，那就看正面，小心就好，就好。消化点，消化点，消化点，他没那么容易打的。把他杀了，哎，慢点，慢点。拉扯，拉扯，拉扯，拉扯。抢到了，我抢到了，我抢到了。上上上上上。滴滴滴。慢点，站着，我死了。OK OK OK OK， 来来来来，这反应还是可以的。大龙吧，哦，他抢到了，可以。我带他上路。大龙啊，上说话声音大一点好不好？你说话那么小，谁听得见？我这个没有大，我这个有大。我真牛逼！哦，牛逼！不是已经炸了吗？真的，我这个有大。游戏结束了呀，已经，他们已经炸了呀。可惜了，我把五把伤害都拿出来了，还行。不状态。反正这人秒就好了，小龙呗。我不知不觉压着妹第三级了。可以，牛逼牛逼牛逼！多红啊！小龙呗。你可以先压一下，下路要不要先压掉啊？你吃吧，来你吃，我有，你吃吧。这黄可以吃。三鬼在下啊。OK OK。给你们看中，大龙不急，哎，小龙不急。红，人怎么都不见了？吃呗。小心下路啊！三鬼小心被蹲，不知道他们在哪里，变了，草里面吗？我帮你看一下，没人，没人，没人。我可以一个人打小龙，你们推慢点就好了。那你可以直接来推吧，直接来推吧。他 GG 了，对啊，算了。